这位朋友呢带来了一套七供，这一般来讲呢，就是过去呢祠堂呀、或者是一些祭祀的场所啊，都有这种三供、五供、七供，但是呢，大多数的都是以中间以鼎为主，用这个路端代替中间这个香炉的，这还头一回见，我也头一回见。当年在你们家祠堂是一下子就获得了这么多堆东西呢，还是一点一点一点收集过来的呢？他是一下子就是这，一下子就是这么，我们讲是成建制的，他就来了。对，也可能就到他们家就变成凑的这个七供了。为什么？这些东西都不带鎏金，这件鹿端带鎏金的，所以说呢，这新炉是单独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。所以呢，这个一般呢，在宫廷里边，皇帝的宝座两边都摆放着鹿端形的香薰。那假先生，那几件的大概年份呢？这些都是明代的啊，都是明代的，那很不错了，那恭喜你了。但这些呢，纯属于祭器呢，价位就不是特别的高啊。这个鹿端价钱还可以。在2007年的时候，瀚海拍卖有一个跟这个相同的，卖了22.4万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回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好嘞，谢谢陆先生。也跟观众说一下的，那只猪现在缺失了，本来是一对儿，有线索者可以跟我们栏目联系。